哎，我们这边到齐齐赫了，会不会不太合适啊？南区魏老先生那里估计还有一段时间，能等他，我们先开始吧。待着，待着，再走一个，走一个，走一个，再走一个。哎，不是我说，于不信，你刚刚说那酱猪肘子吗？白太久吧，泡那么多日日夜夜。还不是你出去太晚，还有假酒喝多了，坏了脑子。行了，别难为他了，我来说吧。 经过我们大家日日夜夜不辞辛劳的努力，我们的治愈空间终于就要问世了。这是我们最初的理想，也是我们一次一次遇到挫折和磨难永不放弃的信念。谢谢我们每一个人为了治愈空间的努力坚持和守护，也祝愿我们接下来的一切都能顺利而充实。为了治愈空间，为了我们的高级动物，干杯！干杯！ 这一杯啊，我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交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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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吧？不是哥不配合，只是哥有情，妹无意呀。算了算了，无所谓，你哥们儿需要你的安抚，来吧。嗯，来就来。我，来，快点。 叔，酒精过敏别喝了，我帮你点果汁。好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嗯。哎，等会儿干一个吧。